I'm Ishi. I'm a mom.我14岁移民到了多伦多，18岁去参加模特比赛，得了这边的冠军，经纪公司就签了我。之后我就一直就在多伦多做模特。纽约时装周的时候，我是怀着2个月身孕走的。我不喜欢计划做事儿，就跟着感觉走，是个意外惊喜。这个孩子是在纽约怀的，是纽约时装周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后来挺搞笑的，因为我们在纽约就是非常的忙，因为我当时住在曼哈顿的最中央，然后每天呢要去10几20个面试，所以说一般来讲早上7点出了门，我就要跑一天，都是坐地铁或者用走的，有的时候这一天就是喝一杯咖啡啊，完全不吃饭那种。在那种情况下我怀孕了，然后我完全都不知道，正好就是Chinese New Year 到了，然后我就想说自己一个人去纽约唐人街去买点那个年货嘛，结果我就去了之后，我买了一大堆东西回来跟我小伙伴们分享，然后他们打开就说你为什么买全是话梅。当时我就觉得我应该是知道了吧，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因为我一点孕吐反应也没有。我对很顺利，从怀孕那一天到生，我都没有感觉到我在怀孕，除了肚子一点点大而已。我觉得有变化，但这个变化是正面的。好多不做模特这个行业的人哈，可能觉得啊，模特就是青春饭嘛，就肯定是越小做越好喽。但是我做了这么多年哈，我有感觉就是，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要是有那种魅力和感觉。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比较稚嫩吧，稚嫩很多这种女人味是还有成熟的这种美是没有的。真的是你怎么练都练不出来的，那你生了孩子之后就一下子就全激发出来了，出了月子马上就是天然合成的。以前我就觉得比如说我和一个40-50岁的一个女性哈，我们两个坐在一块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生了孩子之后我就知道，我好像就是更和一些客户更有共同话题了，我就会跟他们聊一些家庭的事儿啊，比如说聊一些孩子的事儿啊，他们就觉得更接地气了，而且更开心更爽朗。我觉得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就是属于我的时间，因为我工作实在是比较累，我怎么说是纯粹的体力工作者，唯一就是 motivation finish the day 就是我儿子。我就是很简单直接的，就是投其所好，他喜欢什么我就陪着他一块儿去做什么。我陪着他画画，他喜欢车，然后我就一直画车，比如说油画啊，比如铅笔画啊，然后我就告诉他什么质地啊，就画出来是什么效果啊，我会给他看，然后他就一般他不会画，他就欣赏我来画，所以我自己也得到乐趣，因为我特别喜欢画画嘛，平时我也会没事弹弹琴啊什么的，他也会在旁边就是聆听吧，一种熏陶吧。胎教的时候哈，我给他放了很多钢琴曲贴着我的肚子，然后我就看他有没有动静。我老公当时就说，哎呀，你这个曲子不好听，我不喜欢。我老公换了一首他喜欢的，就是那种卡农那种，结果他就放在我肚子上。然后我儿子当时是第一声胎动，就是听到那个曲子他就开始有动静，
当时我就是我也是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胎动的感觉，然后我就非常激动啊，我就觉得这个儿子真是随爸爸，爸爸喜欢的儿子也喜欢哈。之后胎动的时候我一直给他放这首歌，他还是会动，然后一直到我生的时候我一直都给他放这首歌。结果他出生了之后到一岁半的时候吧，我那天就突然放这首音乐在家里放很大声，我儿子当时就在地上玩，听大概十分钟的时候他就突然间放下手上手底下玩具，走到我面前来抱着我就哭了。当时我就哭得不行，然后我们两个就抱在一起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听了十分钟他在妈妈肚子里的记忆他找到了，这是一种就妈妈和孩子就是连带的这么一种非常微妙的东西，一种美好的诠释。我现在成立了一个 Ishi Group Modeling， 是我自己开的一个模特的一个培训班。有的女生跟我说，哎呀我生完孩子就变得胖了，就瘦不下来了。我说你生之前也胖，但是你为什么看不到？你不能说生了孩子之后你把不减肥和一切你不注意饮食都归结于孩子的身上，你这个生之前你就要有一个非常健康的饮食习惯和作息，每天饮食的这个吃的东西的质量你要把关，包括冰淇淋啊油炸的还有夜宵都不能吃，就是不停的要擦一些个防妊娠纹的油，必须要擦，每天都按摩，不可以抓。它你发痒你就觉得要去抓，其实它是皮裂了之后呢，你抓了之后它皮就会断掉，那生完了之后就变成一些血色的纹路，然后最后变成白色的纹路，永远都消不掉，像疤痕一样。尽量不要暴饮暴食，会有糖尿病的风险，一定把你的体重也就控制到长个25磅。就是极限了，你不要长个40斤、50斤这样的，那真的就是孩子不会变胖，这膘都长在你自己的身上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定要母乳。我一共长了45磅，整个孕期哈，我生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我有一度可能都要觉得放弃了，因为那个肚子生完之后就很松嘛。就没想到一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全都紧回去了，就是瘦得特别的快，基本上每天轻2磅，没有怎么做运动。那时候腰那个时候很重，腰很痛的嘛，你要是做运动的话腰骨头受不了嘛，所以我就是基本上不动的状态。而且我是晚上带孩子睡觉嘛，2个小时起来一喂奶，然后我就会睡不好觉，可别说运动了，就带孩子本身就像运动。如果你问我的话，我的出发点就是家庭最重要。但是如果你又问我了，就说女人你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比家庭更重要的就是主宰自己的命运，就是我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也要有我的一番事业。那我觉得在家庭和你想象的那个事业中你权衡一下，取舍一下，那个事业是不是真的值得去放弃家庭，或者把家庭的地位排得轻一点，然后全身投入在你所谓的这个事业里。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值，包括你做这件事儿对你的下一代、下下代、下下下代都非常的有 benefit 的话，那你去做，我觉得牺牲你现在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如果你只是说只是说眼前的一两个月的工作或者是一年的计划，我觉得跟家庭比的话是没有可比性，家庭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自己要做一些个权衡。谢谢啊，这是给我的吗？谢谢。看看吧。好啊，好啊。哦，我正需要呢。身体的，对。